Peggy 16.我要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喏，给你。若不是蛇巢覆灭，这圣母想必也不会流落民间。451年前。 龙家率领虎归贺州四大家族反抗蛇巢，最终推翻了统治7000年之久的蛇家。始龙元年，龙家建国，定都龙脉之上。 四大家族封侯，但是巨龙终究也逃脱不了倒下的命运。新任龙帝突然怪病昏迷不醒，四大家族也为了争权倒行逆施。神明降罚，这怪异的暖雪覆盖全境，所到之处百姓均成了怪物。怎么，你拿上这宝物？ 是想以凡人之躯拯救世界吗？<笑>